不到长城非好汉，好汉挤在长城上。这几天的八达岭长城人山人海，想在长城留张纪念照，也就只能像这位老兄这样露出一半的脸。这张网友的自拍照瞬间走红网络。汹涌的人潮，长城已然不分内外。如果说挤进长城是看人海，那么去长城的路上也是在看人海。在北京的德胜门，游客想要坐上汽车去长城，光排队就要超过百米。据统计，昨天八达岭长城的游客数达到8.1万人次，达到了近2年同期的最高峰。东方卫视综合报道。